在超马的世界里面，没什么不可能。所以你突然看到天上有异象，那是天地对我们的眷顾。你说这些金光点也好，日月星辰，我告诉你，别的系统我不知道，对于超马系统，他们特别感兴趣。所以打开天窗说亮话，紫微斗数是不是？这个占星学是不是？XYZ 学都是跟日月星辰有关系，都是跟日月星辰有关系。这会儿日月星辰可以为了超马而他们有所运作。你有没有觉得你是 VIP？你有没有觉得？所以你就不要小看这一本《超级生命密码》的书，你要看到它后面的传承。你说有多少人说，对啦，我们就是要看到，讲给我们听，你的书怎么出来的，是吧？你这是从哪一代传到哪一代？不好意思，这个书是从石头蹦出来的。没有传承，没有传承。你说那个作者是何许人也？作者是文盲，加上赤脚，是吧？打光脚，没水准。信或不信的人的分野，就是他有福还是没有福。有福的人摸到这本书，我告诉你，你叫他不摸，他都觉得难过。没福的人，你叫他，你塞给他，他都把你丢到外面来，他不需要，就是这样。你看最近又是好多学员说几年前就看过这本书，啊，那个时候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啊，最近怎么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，啊，觉得好可惜，为什么那几年前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？这个是个人的命啊。几年前为什么没有什么？前两天呢，美国一个学员，他说我们 Amy 啊，给他发讯息，发了3年。他每次看到那讯息，他觉得不祥、不妙，不要开，所以他就一直没开、没开、没开，就一直投递、投递、投递。他说有一天，他就看这到底什么东西，就一开以后才发现，这东西怎么那么好，一头就栽进了超马的系统，才知道哇、哦，这是人间难得的系统。所以这都是个人的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系统里面，它所牵缠的，就是互动里面的东西，是很深广，不是你的小脑袋瓜可以清楚。化成一本几百页的书，那只是其中之一，懂吗？你是不是阿三？你自己说。是还是不是？我刚本来等待着阿三举手说我是。阿三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三心二意，有没有？一下左边，一下右边，一下右边，一下左边，一下说两边都不是，他自己最好，就这样。